这进前咧，我十个月做一下，我这主管的介绍啦，哦，去以为单位的管理比较广啦，啊，所以我就国库处主任当来，啊，我即摆先请国库处主任先起自我介绍一下安尼啦，来，因为当然是我卖股哦，到阮公关室的发言人就是邱董干事啦，就来。来做一下介绍的，啊，我业务上的报告嘞，啊，要各位媒体跟交代来处理啊呢，啊，再感谢。